被提到宝座前，全是神的恩待和怜悯。众生徒生发爱神的心，坚信不疑他灵成，认定独一真神已道成肉身，宇宙之首掌管万有。圣灵印证铁证如山，永不改变。全能神啊，今天是你打开了我们的灵眼，我们的灵眼瞎子能看见，瘫子能行走，大麻风病得医治，大麻风病得医治，是你打开了天窗，我们看见了灵界奥秘，能被你那神圣话语贯穿，从撒旦所败坏的人性里拯救出来，这是你极大的工作和怜悯，我们就是你的见证人。生无相，卑微隐藏了许久，你经过了死里复活，十字架之苦，人生的酸甜苦辣，逼迫患难，经历品尝了人间的痛苦，世代七绝道成肉身，就是神的自己。为了神的旨意，从粪堆里把我们拯救出来，右手托着白白恩典赐给我们，将你生命做到我们里面，是你不辞辛苦，你的心血代价都凝聚在众生徒身上，我们就是你的心血，我们就是你的代价。全能神啊，因着你的慈爱和怜悯，因着你的公义和威严，因着你的圣洁和谦卑，万民必匍匐在你面前屈身敬拜，一直到永远。今天是你做成了众教会，非拉铁非教会，是你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已经实现了，众生徒能谦卑顺服在你面前，灵力相通，爱的相随，言语泉源生命的活水永流不息，洗刷清除教会中的一切
且无你浊水，在此洁净了你的圣殿，使我们在灵里让神执掌王权，与神同行得以超脱，胜过世界灵自由飞翔，得着释放。这是全能神作王的结果，积极主动与神配合，配搭翅膀成为足全能神的心意，尽快成为一个圣洁的灵体，践踏撒旦结束撒旦命运。